2023年3月3日，扬声大师萨纳特库马拉，你们壮丽的自我，传导 Natalie Glasson， 译者扬声传导。问候亲爱的光之存友们，我是萨纳特库马拉，我通过维度来到这里，给你们我的智慧和能量来支持你们此刻的扬声。当然，这不是我给予的能量，更重要的是，我体现了造物主的能量，允许它通过我的存在流入你们的存在。我充当了你们可能会说的造物主能量的筛检程式。当能量流经我的存在时，我的意图和目的创造并启动了造物主的某些震动，仿佛将焦点放在了造物主的能量上。这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包括你们自己。你们可以想象自己是造物主之光的一个滤镜。今天，我想站出来和你们谈谈你们自己的辉煌，这在你们的存在中是真实的。你们拥有造物主的壮丽，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筛检程式。造物主的能量涌入你们的存在，你们有一个目标，你们有使命，你们有这个现实的意图，所以它像磁铁一样吸引着造物主最合适的能量，它将为你们服务。这些能量，我们可以认识到，对于这个现实，你们是一个伟大的自我。你们可以命名这个方面，你们的灵魂，你们的本质，你们的神圣自我，你们的更高自我，它们都是标签。我们正在与你们内在的真理能量连接，重要的是要理解，你们的信仰系统也充当着造物主能量和光的筛检程式。你们的信仰系统可以充当造物主某些能量的放大镜和屏障，因此你们在你们的存在中持有造物主的壮丽、意图、目的、此生的使命，以及所有造物主希望给予你们的支持。然后你们就有了你们的信仰体系，有些信仰放大了造物主能量的各个方面，而另一些信仰则对你们隐藏着造物主能量的各方面，以至于你们无法识别它们。如果你们允许你们的信仰体系发生改变和转变，并与你们宏伟的自我保持一致，那么只有一扇敞开的门，造物主的壮丽自然流畅完美，你们能够体验和表达它。我萨纳特库马拉，请你们想象一下，你们有一个与你们宏伟的自我一致的信念体系，允许你们自己花些时间，你们可能想肯定一下，我是我美丽的自己。我萨纳特库马拉，请你们探索这意味着什么。做一个伟大的自己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们是显化中的造物主，或显化中造物主的一个方面。当我们承认造物主时，我们承认造物主实际上是无名的、无形的、无限的，但强大的、深爱的。在造物主的能量中，在生命力量的震动中，我们感到安全。重要的是要承认，一旦我们给造物主贴上标签，我们就不一定能了解造物主的全部真相。然而，文字是我们在地球上存在时创造和显现的主要方面或主要工具，因此文字不仅是为了理解，也是为了显现。你们能想象自己是无形的、没有标签的、无限的、深爱的、强大的、满足的，还是平静的吗？在一个你们正在经历物理维度的现实中，一切都是有深刻影响的，因此保持平衡和集中似乎很有挑战性。然而，这些影响会鼓励你们回到你们的中心，虽然感觉你们周围的世界，甚至你们内心的世界都集中在断开联系上，你们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将你们与造物主断开联系，但很难注意到一直存在的联系，每一刻都会给你们指明连接的方向。所以在这一刻和未来的日子里，我邀请你们思考，如果你们是无形的、没有标签的、无限的、深爱的、深刻的、强大的、满足的，你们会是谁呢？这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是少量的沉思，也会支持你们的信仰体系的转变，让你们认识到自己内在的伟大自我，并认识到阻碍你们伟大自我的信念。重要的是，一个信念，一个想法，一个你们认为是真实的陈述，可以很容易地被释放出来。然而，你们生命中的某一方面会紧紧抓住这个信念，就好像它是一条安全毯，或是什么东西可以把你们从危险中拯救出来。这种信念并不重要，很容易被释放，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为你们服务的新信念。我，萨纳特库马拉，我想说，当你们处于人类形态时，你们非常重视某些信仰，但如果你们愿意放下这一点，打开你们的思想和你们的存在，与一种为你们服务的新信仰或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你们就可以获得一种新视角和新观点。这可以消除边界或障碍，让你们在你们的神圣能量中脱颖而出。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萨纳特库马拉邀请你们冥想和思考造物主的一切，无标签，无形式，无限制，深爱、深刻、强大和深深的满足，最后三个更容易接近，所以你们可以从这些开始，然后开始思考无形的、无限的，然后标签更少。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被鼓励与你们内在的伟大自我联系，只需保持与你们宏伟的自我连接的意图。尽管当你们思考造物主的一切时，你们宏伟的自我自然会涌入你们的注意力。你们可以要求你们伟大的自我让你们意识到阻碍或阻止你们伟大自我的信念，他们可能是恐惧、怀疑、判断或任何事实，让任何需要进入你们意识的东西都存在。然后想想你们想要什么，你们希望体现什么信念呢？什么更符合造物主呢？一旦你们有了那个信念、那个词、那个陈述、那个知识，那么你们就可以要求你们伟大的自己将旧的信念转变为新的信念。不仅你们开始改变你们的现实，而且你们正在释放你们所放置的障碍，以阻碍你们宏伟的自我、神圣的自我、你们的本质、你们的真相，无论你们想给它贴上什么标签。因此，一切都将更加轻松地流动。你们的现实、你们的灵性成长、你们的技能、你们的能力，所有神圣造物主都将通过你们被放大和表达。是时候做一个伟大的自己了，不受界限和限制，能够轻松地流动和表达。我感谢你们和我在一起。我是萨纳特库马拉。